但运气不好。武器要洗三物攻是他妈最难的，这个是最难的，我以前在台服都做不到三物攻，巨难。哎呀，太多个了呀，牛奶，太他妈多个了。呀，畜生。密的密的密的呀，别蹭经验哦。哎，怎么回事呀，帮老六疯狂打工，老六还给我的对手送人头。这时间这卡秒，这难道自愧不如吧。要原地闪现，重置平砍，秀不秀兄弟们？秀到了吧？呀，怎么就超神的呀？我家不跟他无敌，他进一个，我再把他突起。没人敢来他这里。
哎呀，两二打一，你妈玩不起是吧？啊，真的玩不起，全他妈是人，别的路混不了了，来他妈找猪猪发财。我上头了，我上头了，我是真上头了。别他妈给哥玩起来了，行吗？呀，勾住他就杀了呀，贝贝。
这个啪叽咚叽，没有他快打的速度。你算是什么？你们他妈出暴击！生气了！哇，怎么没炸到他？他在空中是无敌的吗？跳起来了，他妈桶子在地上打不到呀，这逼他妈跳起来把我桶子躲了，哇，干他干他干他，比如老六的时间 Q 到就死了，就秒我是吧？我把你杀光他！感觉你要出血才行。尼玛，别给哥玩起来啊！这把，他妈的！哎呀，这龙仙！哎呀，哎呀，把
我下残呢。这龙虾给爷整笑了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不死王子，我这把平砍流船长不玩桶，我玩不来这个东西，我玩不来桶子这个东西。我想问一句，你是哪位？吕布，吕布不行啊！三个人要来杀我。你妈痛不痛吧？平砍流船长，我叫刀刀爽，火鞭子牛刃。我知道被你单吃了，妈也羞耻，被你单吃很羞耻。我吐了呀。嗯，搞心态的这种，其实是弟弟，你们信不信？要不然我都打不过一个玩具公主。呀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一下闪现跑了，兄弟。给他全开了，给你发挥。给他全开了，要不要再玩一波？别给哥哥玩起来啊！他妈的！再玩一波，我们炼狱龙魂，你说？都可以。呀，我这个是玩平砍的船长，走过去拿刀子，咔，这样去砍别人。哦吼，洗碗。炼狱龙魂，一下死一个人。好猛啊，船长。站起来了呀，刘某的小船长，现在请叫我 Jack Spyro。 呀，吕布感觉要没了呀。我就说你打他，你就站在傻事上面，你就站在上面。是的呀，他来了你站这里啊，你就站在上面，不管他从哪个角度过来。他在洗碗。哎呀，鞋子不要了，兄弟们，再出一个，怎么说，出一个死亡之舞，攻击力拉满。干啥嘞？干啥嘞？呀，他没移速了呀！怎么说？干啥嘞？怎么都移速了？哎呀，我这个绿拳无敌。只有一个
两刀烈火刀法。香不香吧？船长还是挺厉害的，这个英雄上限很高，但我玩不好。啊，可以了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撸啊撸就玩到这里了，就不耍了。那我们洗一件装备，把这个装备，把这300个魔方洗完，我就溜了，好吧？明天下午来。